信仰引领的世界决胜一切。没有他的铺垫，谁你都杀不了。对对，杨洋蒙恬一枪天到之后，小王给赵云活了。小二将军，爸爸来了，指个准。好景不长，还想再留下？再给刘邦，我都得留下。七千，段山也得死。哇，经济高就是为所欲为。对，无名上去先打一套无名的血量，无畏自己撤回去之后换队友向前冲，九姑贴到了脸上之后直接跟普攻，想要点死无名，无名点死了，但是这波大头又扑过来，九姑打到了外面这一顶，还顶住了九姑的复活甲，在青龙的位置已经被过分的一些点击又复活，但是这波再换位继续打，但是金羽没能扛住九姑这个位置，他扛住了大头和段子双剑子追到了一个复活。过去属于死神，未来属于自己。找到，想找一诺，被向黑走，黄牌没有中，许多人被刮死了，一换一，但是能接受，因为死的是射手，开始冲塔的人，出现开始进场，刮两次转，找救援，再收，给一个，但是明刀推，明刀三连决胜，这就是这把明刀就是买了，他一定要用，对，潜行于黑暗，游猎于光明。来了，哎，包到了，包到了，但是九龙这个位置是抓没瞧到，是鲁班他跳开了，回头还反拉，拉了一手，看背道的位置，那就好，宝贝冲起来了，先杀韩邪，是这大招也没有，全部聚在一起，是这一波净开大招也没有，小朋友复活站起来，但是还要被输出，鲁班将的位置非常好，还能再点，什么西只能在旁边慢慢的扔一技能，虞姬复活再被杀一次，开加速，开加速想要追，收割残局吗？追不到，正面有五个人可以想办法击杀，没拉回来了，再秒一个，暮色原地复活，原地守尸。那这样的话只剩了莫凡一个人，身上虽然有复活甲，但要一打五守兵线，二十分钟之后的兵线。新面具，上个月账单的最大开销。往侧面兜，他是不敢找大和露的。张飞这个血量很危险，已经到斩杀线了，碰上了，碰上了，两个打野秒了，单杀。上军复活还没掉，对，还留了个一丝血，还可以再有一次出手的机会。正面滔搏要一波两火舞被拉到，直接杀了，又不对了。另外侧面进来没有找到花云啊，你在干什么？站起来再点一条命，好像能打。我怎么感觉不对啊？我也感觉不太对。菜踩一脚，盾山架个大招，花云点点点，但是直接到盾上又拉中，再换位置，连破一二一，再打一炮二连击破，满屋的再扫，再想想健康，花云退手，苏沫开个血手。扛一波伤害，这边复活甲打出来，完美一梭子，三连决胜，站起来一个被卡到墙上，四连超凡，一波了，关键时刻还是得看大哥一波团灭。